中国跟南太平洋岛国建交以来首条的开通直航的航线。从航线的结构来说，目前是按照每周一个航班的往返计划。它的重要性，所谓的枢纽啊，就是方便全国人民通过海口中转到南太岛国去。那反向也是，南太平洋岛国还可以通过萨摩亚飞到海口，从海口再去中国各省份。